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喜，我现在在河南省郑州市，然后我所在的位置是郑州东区的中原福塔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，走。中原福塔，郑州有三大特色，一个是郑州的二七塔，一个是郑州的玉米楼，还有这个中原的福塔，然后这三个可以说是标志性的建筑了。然后我们这视频就拍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大家收看。